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电竞传奇。那个，自从上一次那个约战，不是约战，对，约战的时候只有6%，我吓到了，6%而已，这要约个屁呀、啊！不然我们直接从 B 到 A 加，这种提升方式好不好？暴击力加10，这个。这个好像不错，这个啊，让我们的 ND 上升好不好？有这么难约吗？有72，真的很难约，而且要花这么多钱呢，72点又花很多钱，那还不如自己在那个练自己的英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不能这么想，那个天赋迟早要提升呢、啊，果然要改变那个人生下来的属性。就是辛苦啊，天生丽质还要提升，真是不容易啊。有钱应该花大钱直接请新人，对不对？不行，我们是重感情的队伍，我们乌帕秋风最重感情的，我都舍不得 fire 你们，我们最重感情了。这样好像也不对，到底要怎么办？最重感情了，好啦，先赞助商啦，每场比赛加25，知名度比较难重视，有什么关系？我们有的是点数可以慢慢谈，不然我想到一招了，点数不够又要约战，我们就去打我们已经赢的杯赛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之前我们还输涅槃呢，现在已经赢蛮多的，冥王星这个啦，每天爆每天爆，每天跟他打，让他打到变五尬，有没有？你就是我们练兵脚，练兵脚就靠你了。哦哦哦，26了，再接再厉，加油，继续弹。来了，冥王星邀请赛，我们出发吧！哦耶哦耶，我们那个练手的冥王星跟他对打第二次，我们只是来练练手的。如果输了，是不是太丢脸了？练手都输，实在太丢脸，对不对？应该不会输吧？我们从来没有把冥王星放在眼里。我们比赛开始了，冲出去了！冥王星从头到尾激进策略，杀杀杀杀杀杀杀爆你们，杀爆你们，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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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哇哇！下路开杀了，下路开杀了！果然不愧是那个四性最好的角色，有没有？下路开始杀杀杀杀杀了！哇，4-0了，杀太凶了！下路火了，我们打掉他第一座塔了。由下路开始，下路上路都有打掉，很强，我们不愧是激进战法，现在10-1了，超激进的。现在不行了，现在走保守策略好不好？现在我们有领先优势，就走保守发育的路线。我们激进完了，哇，超强下路有没有？杀杀杀杀杀死你们！杀杀杀，没在怕的。哇，下路杀红眼了。我们的 ADC 终于叫做 ADC 了，以前都不知道在叫什么。21-4了，大幅领先了，大幅领先了。我们现在可以好整以暇了，对不对？也不需要这么激动了，反正比赛要结束了，有没有？我们已经压着他们打大规模屠杀了。好了好了，比赛到达末盘了，喂，他们其实还蛮撑的，哇，4-3，哇！第一次有4-3了，哇！最后冲进去的时候4-3，哟，好帅哦！我的 ADC 终于像 ADC 了，这一盘就是你的生涯代表作，生涯代表作超神4-3，哇！结果全场最佳竟然被上路拿走了，太帅了，有没有无状态？回去英雄时刻，好回去帮你们那个处理一下。好了，我们练手练完了，结果那个冥王星就是被拿来当练手了，这么辛苦哦！你的存在就是得乌帕战队练手而已，太好笑了啊！有粉丝送键盘来。我帮你把键盘安装上去，打赢之后拿到很多点数，我们就去约战。
直接让那个啦，让 ND 约战成功好不好？暴击预判，这个啦，就这个啦，预判成功，去吧。那个刚才加6%的，我实在吓到了，希望你不要再让我失望了，不要再加什么6%，6%跟没加一样。连招加2%，兵线处理加2%，哇，也是6%哎，这是什么鬼啊？跨栏要跨三级，很难哎。好啦好啦，三级再一次好不好？花400万进去再一次，为了要跨三级，有够累，太难签了吧？跨三级。约战又来了，刚刚6%，现在有没有好一点？哎、欸，加4%了，才加4%哦，在搞什么鬼啊？练了2次才14%哎、欸，再不然再练手好不好？我那个没有练完，不出山了好不好？就一直打冥王星，冥王星就可能会被打到叫母尬，说拜托你练，赶快练完。冥王星，我每天就打你。签约完成，蜂巢手机，噔噔噔，欧耶欧耶，又签下来了。那个目前来讲，我们真的还蛮强的了。冥王星已经被打到，应该会叫什么哭爷爷叫奶奶了。我们的哎、欸，我们的评价升的蛮快的哎、欸，哦，评价升的蛮快的。趁现在有钱就改建，反正都在练手嘛，对不对？改建娱乐室、聊天室、培训室，还有什么东西？训练室，这个好了啦，训练室这个帮你都升级。冥王星，我们又来了，不要怕，好不好？来练练手而已，不要怕。照这个进度看来，可能还要再约4次，再跟冥王星打4场。冥王星可能要跳海了，有没有打到他们？哎呦，竟然网络支持度这么高，因为我们在虐待他吗？感觉我们在虐待他，所以网络一面倒的说我们孬种，哎，有可能哦。网络一面倒说，哎，乌帕实在太孬了，孬就孬啊，怎样？我就是要打你，打到你，给我们干！选角完成，全面屠杀你们，冲哦！又要来屠杀对手了，这一次采取全面激进战法，好不好？就是杀的你们叫母干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们自己掉一个嘞，自己为了杀人被塔杀了。哎、欸，目前8-3，我们拿下2个塔了，分推激进啊，然后重视平衡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分推，慢慢推，慢慢推，推得你们死，慢慢跟你们磨。哇，我们的 ADC 越来越强嘞！我们的上路才是最强的，好不好？上路根本就没在怕你们，我们操作一流，基本属性超高，24:8了，我们杀到里面去了，杀！哎，我们走出来了，我们现在全面激进战法，哎，全面激进，好激进，好激进哦！哇，哦呦，我们也没在怕掉头的。就直接这样一直冲进去，哎，不要冲动好不好？没在掉头，也不是这样打的。有了，平衡下，吃龙冲了，冲！哦耶！冥王星辛苦你们了，这次打的时间越来越快了，我们以后可能会越打越快，越打越快，每一战不用几分钟，哇，全员暴走有没有？好夸张哦！全员暴走，哦耶！你终于拿到那个了 MVP 了，恭喜你，好不好？溃散，我们干嘛溃散？那个助力不集中吗？打他们，哇、哦，打这个真的很多钱呢，好爽哦！打一场就100万呢，打一场赚100多万，为什么不打、啊？因为主战队这么好赚啊！原来主战队这么好赚，我现在才知道啊！哇，随便骗一下就有100万啊！哇哇哇，太好赚了，太好赚了！我们去约战好不好？约战，继续约，继续约，继续的约战哦！升到3级了，
哇，继续约战，继续约战，我们没打完一场，只能约一次而已，很难呢、欸，很难呢、欸，很难约啊。约战完成了，拜托你出一个点数高一点的好不好？四，也控制四，计算伤害四，差强人意哦，终于有四四四了，二十六了哇、哦，一次加十二，终于过四分之一了。约战好累哦，帮他约战好累哦。来了，活动节目要三次可以解锁，那就再来啊，继续继续好不好？每天可以两次 A， 有事情了。哇，掌上大联盟又改版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电竞新电竞与生活，本期我们来参访了乌帕，提升哎呦，放花原来的棺材啊，我们都在洗钱，你不知道吗？自从乌帕战队出名后，这里的流量就变了很多啊。改建成战队周边商队，哎呦，我们让这里繁荣起来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的总部在这，哎，不是盖的，哎，发现我们还蛮厉害的，练到四等级了，哇，我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是不是全部都有四等级的？有哎 ，ADC 有，那个 TOP 也有，都有四等级哎。四等级，四等级，等级四，等级四。哦，对了，我的 top 要练一下这一只角色啦。这个角色有机会上场的、欸，不是没有机会的、欸，所以要练呢、欸。常常被 ban 掉 ，ban 掉之后，然后就只剩下这个比较好了，所以要练的。我们再来报名参加比赛啦，那个再洗一次钱好不好？那个乌帕与冥王星。又不用报名费，这种天上掉下来的好事，我们为什么不打？天上掉下来的、欸，马上打。号称什么主宰？请问连续击杀达到五折啊？主宰全场无人能挡，无人能挡，你无人能挡了。哎、欸，每周支出，这一周因为有那个冥王星的贡献，我们赚了很多钱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又要再去打冥王星了，一周打三次，照三餐打，打得下爽。嗨，冥王星，我们又来了，网络支持度哇！冥王星的粉丝冥王不灵啊，冥王不灵啊，我们铁银的、啊、有没有铁银的？你们还这么勉强哦？好了好了，来边边角，这么勉强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次选出了一个心魔背叛大王，憎恨之弓和背叛大王同时出场，哎、欸，好少见哦，心魔哎、欸，哦，消耗伤害加10%，这样上路不就更强了吗？那我们要开始喽，上路不就更强了吗？激进策略，打快一点，打快一点，赶快结束好不好？哇，开赛两分钟，四颗头嘞、欸，哇，好快哦，大家很冲哎、欸。6-0，7-0了，哇！冥王星辛苦你们了，7-0了，开赛才十分钟，14-2嘞，真是大屠杀哎！我的天哪，现在我们已经所向披靡，无人能挡了吧？直接好了，分推冲进去了啦，大家该怎么推就怎么推，好不好？随便推，有了有了，爆发了，我们爆发了，可以冲进去了没有？哇哇哇，我们把他们灭团嘞，灭团吃龙。32-7，哇，真的是大屠杀哎、欸，根本就不毫不留情面哎、欸！你们杀起来，果然很杀哎、欸！哇，杀进去了，跟小朋友在玩哦、喔，国家队和小朋友在玩哦、喔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最后了，中盘了中盘了，超级兵就把他们推掉了，44-13哎、欸，真的是毫无羞耻的大屠杀哎、欸！全部就看 ADC 在表演，一个人杀骗他们哎、欸！哇，暴走暴走，哇，这可以可以可以，三杀可以，很好，全部都是他在表演，有没有？太夸张了，我复仇者哎、欸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来了我们来了，我又赚了又洗钱了，洗钱洗点数，洗完点数就去约战，耶！掌上大联盟，掌上大联盟说什么？哦，改版了哎、欸，9.11版，这是什么新的 jungle 哎、欸？我来看一下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反本增强哎、欸，太好了！这些反本增强，哎、欸，黑玫瑰减弱了，看来不能选黑玫瑰了。
反本增强目标拿到了，好了，一次冠军有了。然后我们要新的英雄，看一下我们的四性嘛，对不对？每次有新英雄来，就要看一下四性，四性很低哎，看来不要理会他了，当作没有这一只出现。那我们先去约战好了，每每都要约战，刚打完就约战，约战又来了。我从来到现在约了这么多次，从来没选到一个蓝色的框框哎，不是啊，绿色的框框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这么难约哦，把握时机哦，好难哦，现在勉强过三分之一而已，要约到什么时候？喂，解锁了电视节目，我们有新职员呢，看一下职员履历 ，B 级的教练呢 ，B 级的教练，这个七点或这个五点我不要啊，我要星星的，这个哎领队，这个六点或这个六点，有没有其他人啊？领队。这个六点或那个六点，职员市场，那我把一个 fire 掉，这个艾丽卡，这个七点或这个三点，这个三点的不要，我现在不要这个，我现在要完全都在这上面，这样好像会好一点，好不好？500万给你了，我把一个教练又踢掉了，再请一个领队回来。教练不需要有没有？请了很多领队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点数不够啊，不然我们干嘛要这么辛苦？约个赞而已嘛，你看动不动就花七十几点，莫名其妙，然后约出来才增加几趴而已，气死我了！我们约赞终于突破50了，而且本来加2%变成加3%嘞。终于突破50了，不晓得还要再约多少次，好不好？再约多少次？快要解锁新技巧了，明天应该可以解锁。啊，今天就先这样子了。今天要不要去？哎，来不及了。本来想说再去打打冥王星的。那个我们的今天好像那个什么点数不是那个坏习惯好像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要花时间去除一下啦？生活辅导有没有？大家都。坏习惯一堆，涣散先处理掉。忽然发现我们才快没钱了，好，再打，冥王星我们又来了，报名，冥王星我们又来了。喂，队员是娱乐室改造完成，哇，多了一个飞镖机耶，解锁新的技巧，哇，有新工作了，太好了，这个技巧一定要解锁，不然12个技巧我差一个。现在够了，够的话我们就这几个全那个什么超级联赛快要达成了、欸，超级联赛 OK 了。冥王星我们又来了，冥王星辛苦你了，冥王星你输了这么多次，终于让我们网络支持度赢了哦，终于会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自动编脚啦，让你们自己编啦，等一下我就自己上场了。开始了，不晓得我们的 jungle 为什么要选一个新角，故意玩弄他们的吗？没掌握任何特性欸。好了，你喜欢我们就上好不好？激进冲，你喜欢我们就上，我也没什么话好讲。哇，打了17分钟，收了25个头，25B， 哎呦，刚才被双杀哦。这个也不用放在心上啊，反正我们现在要赢了，现在大规模领先欸。哎呦！杀喽！冲进去！哇，他们好像没有要冲哎、欸，我们一直中团好像也不太对，我们要分推了，分推，好不好？分推吃龙，哎、欸，被抢龙了啊！我们龙被抢了，这哪招啊？哎、欸，一个人挡这么多人哦，一个人刚才挡4个人还5个人，我们上路太神勇了吧？而且我们现在被人家杀的不像话哎、欸。上路一个人在这边挡哦，一个人挡4个人，哇，太神勇了！这就是分推战法吗？哎呦，好像可以哦，一个人挡这么多人，我们上路好强哦。好了，他们灭团了，我们冲进去了，哇，灭团，太帅了啊！爆爆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本来想爆发的、欸，
我们吃完龙，哎、欸，吃完龙打赢了，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，哇，打赢了，打赢就好了，好了，我们只是来拿拿钱而已，这个不是重点，本来就知道会赢的好不好 ？Tap， 你太强了，根本就是神哎、欸，他这一场打得很神哎、欸，一个人就挡掉好多好多人。冥王杯邀请赛又卷款潜逃，拿了好多钱又跑了，开心啊开心！我们今天就这样了，再这样下去，冥王星的粉丝都要在下面投书了，打他们打得好爽哦！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